蔡英文昨天下午5点了开记者会了啊，谈几个重点了啊。那首先就说他们绝对没有阻挡民间筹措疫苗啊，那就是因为阻挡，所以大家骂你才逼着你下来开记者会嘛。从双北进入三级，全国进入三级，你蔡英文就躲起来都没有出来讲话，那被逼急了，哦，大家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买不到，你自己弄不到疫苗，你还阻止别人了，你这太烂了嘛，哦。所以呢，他出来跳说我们没有阻止，其实当然是有阻止嘛，没有阻止早就这郭台铭啊、佛光会早就手续办好了，就是因为阻止，然后现在讲说我要设立一个专责窗口啊，哦，很好啊，那我也没有也乐观其成啊，那希望你赶快啊，设立窗口不表示会同意呢，他将来会中间搞什么你也不知道啊，这个刁难那个刁难你也不知道啊，那最好不要刁难啊，哦，那郭台铭呢，听说有100页的文件要去填写。文件完成了，哦，他们还是很厉害，哦，那由他的太太曾馨仪跟这个汪用和，哦，他们一起去呢递件，哦，送件，成功送件就收件了，哦，叫成功，那将来里面会怎么样不知道，哦，要找你麻烦也很容易找了，哦，希望不要找麻烦了，哦，那郭台铭说全岛一心，哦，这个岛应该加个 S 的，哦，台湾不是只有台湾岛，还有澎湖金马祖也都是岛，哦，不止一个岛，哦，那全国一心，全岛们一心，团结是逆境的解药，哦，好，那么这个那是不是还要中央去签约了，哦，郭台铭今天他郭台铭不能签吗？郭台铭不能跟 BNT 签个约吗？哦，然后呢那个 Quota 算上海复兴的，他们现在做法大概是跟柯建铭的协调，就是疫苗从德国直接运来，这个500万的配额算是上海这个复兴的业绩了，哦，因为还是总代理嘛，哦，大家就好吧，就这样了，反正疫苗直接过来，而且郭台铭出面嘛，哦，而且呢这个柯建铭帮，哦，他协商的嘛，那到底需要谁？陈时中说国际惯例都是中央 出面来签约了，哦，当然 他也放了，他说哎呀，当然 也可以再谈啊等等，哦，等等，因为是碰到郭台铭嘛，哦，那陈时中说郭台铭的资料已经收到了，资料正在检视当中，哦，为什么陈时中他们遇到沈富雄跟遇到郭台铭就态度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都没有看我的脸书，我说哈，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掀开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头郭台铭、佛光山，这个都是蔡英文害怕的。那 有人就回应我的脸书说：“啊，你怎么没写张亚中？”我说：“张亚中，蔡英文不怕，但是郭台铭还是很厉害啊！你要我做8样事情，他一口气通通准备好了，就送来了。”而且送来的中午送来，下午食药署已经在审查了，多快啊！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很诚恳的建议，郭董，你一定要设立一个专案小组，民间要比照你的模式的，都来问你，因为你去问那个官方啊，官方不会给他们同样的待遇，官方只是对你郭台铭这样啊，因为他怕你啊。那其他的人，哎，你觉得张亚中能够得到同样的待遇吗？佛光山也不可能啊，所以郭台铭应该在这个 CDC 的门口设一个专责单位，负责指导所有想要买的人该准备的东西。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买了，都很，我觉得政府是很丢脸的。政府明明不要，他现在因为压力大，现在改口了，现在改口，现在说我们都欢迎。开始的时候还说我们欢迎你来媒合，砍高了，对了，砍高，你来媒合。但最后呢，我来统筹跟签约。陈时中还讲，只有两个药厂指定要国家，他不讲哪两个，我们都知道嘛，一个 A G， 一个 Moderna， 辉瑞的，辉瑞有没有规定说非国家不可？如果非国家不可的话，那现在的老郭怎么买？所以他们都是满口谎言，然后呢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我再补充一下，你刚才讲陈时中的讲法，陈时中本来讲企业不可以快筛。如果你快筛出来，你后续要送到哪个医院，你要负责。哦，还有他说，你要帮政府买那个送给我们那个辉瑞，冷链你要处理。哎，这种态度是与人民为敌呢。你应该说政府买没有办法买到，你帮我买的，那冷链比较麻烦，政府来帮忙，不可以吗？哦，还有除了新光跟国泰以外，其他的企业没有医院啊。如果帮你筛。那塞出病人来了怎么办呢？当然政府帮忙啊！你要求说你查出来，你要负责。只有国泰跟新光有这个能力嘛？
所以这个态度非常的不好。大家想帮忙政府，政府不愿意回头也帮大家一个忙，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啊？他就是刁难嘛，就是不要你成功嘛，不是这样吗？啊，现在因为我们压力大，别人讲我们是成功了，他现在乖了，你知道吗？很乖哦，很快哦。哦，郭董中午送到，下午已经到食药署了，这个是我一辈子做不到的。请大家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